龙潭，有没有人去过龙潭三坑古道？那个可以骑脚踏车嘛，对不对？去那边，各位有空可以去，那个脚踏车骑真的蛮舒服的。经营哦，你都体察啊，经营一两哈，我在想这个，突然让我看见很难得的，因为现在真的很难看到那种跟鸦片木有嘛哈，鸦片木，阿哥有个烟囱啊，烟囱哈，它上面我去的时候刚好四五点，对，是啊。哎，不过早上了，讲错了，早上八九点，不是四五点。Hello， 公卡花。山嘛山嘛，山行嘛，山坑嘛，山坑嘛，山坑交流，山坑古道了，古街啦，山坑古街了哈，那以后你看到跟人演呐，以后还是说哦，这里对新年的时候真看得到的。也看到伊啦，真感动啦，吼、哦！他怎么会是苗栗？他是内地啊，赖春兰啊，哪里路啊？每一个人都有啊，反正也不是我的，有什么关系？开玩笑啊，开玩笑。然后先回去卖主产，好不好？再来，谢谢。那我们先请下，谢谢苏会长。他把伊难了哈，因为都旁边，没空调，没有空，哎呀，啊，他把伊没顾陪你莫一撮要经营一个啦，啊，只是当然他把伊尽量讲话发轻松，哦，没一起忙啊嘞，还是啦哈，对啊，怎样用还是，你听不懂就算了啦哈，不管你。哦，也阿伯了，你看刚刚看到个呢吼，还是吃到吼，心里都有感觉无穷用，因为些阿爸阿妹都是田丰做些，你看都等到阿妹专门煮饭噶哈，傍晚了哈，安不了，跟你演一个就是一种讲，哎，差不多了，你跳落山嘞，好赚。